冲呀！放开我们！启灵妹妹，快跑！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。快跑啊！快坚持不住了！可恶，别想跑！母妃，你，母妃，不要再帮王后做坏事了。你懂什么？一群蠢货！ 快去把那个丑丫头追上杀掉！母妃，乔治可可已经不在了，你可否想过，有天霍去也会失去我？腿还疼吗？这些年，你到底遭受了什么？怎么落得这副下场？算了，你也听不到我说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年，为了找到你，我有多心痛。 姐姐，你是在告诉我你也很思念我吗？去！总之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，这么多年，我白联系西丽了。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吧，反正。 那个女人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你记起那个过的女人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这个我不是这些年一直没找到她吗？就没敢和你说实话。那个，我想起来，我还有个年终总结没有写，我先撤了啊。哎，这个系统未免也太不靠谱了。不过，原来她才是绮丽的生母啊。 这么多年，倒是亏待他了。姐姐，你坚持住，我这就还来救你。他，也一起杀了吧。是。滚远点儿。姐姐。可笑。这是。撤。 是什么？老虎？不是老虎，是系统啦。系统，那是什么？谁？好奇怪，怎么感觉又有一个看不见的家伙出现了？现在应该没有人追上来了吧？麒麟妹妹。 是你，有你，我就安心了。这臭小子的魔法还是怪厉害的。有我，你就安心。阿莲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生病了吗？啊！好烫！你果然发烧了。走，我带你去找医师。我已经失去乔治哥哥了，不能再失去你了。 不用了，没生病吗？这个不重要，你刚刚跑得太快了，我有事和你说。什么事呀？你之前说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奇怪的洞来着？因为西丽那个坏坏说那里有我的母妃，结果那里没有母妃，只有一个小姐姐，她根本不是让我去找母妃，只是想砸死我。 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是说，那个小姐姐就是你母妃呢？什么？我打听过了，4年前西丽寝宫里有一个叫苏亚的宫女，她长得极美，性格也好，所有人都喜欢她。但是后来她就消失了。刚刚我们带她回去的路上，有人说她就是苏亚，虽然有些难以接受。 但是我猜她应该就是你的生母，而她之所以变得又聋又瞎又哑，应该就是西丽做的。母妃，原来她就是我的妈妈！妈妈，我的妈妈！傻丫头，这一世答应给你的母爱，我可算是做到了。嘿，这个得给她记上10万金币。 所以你想好了吗？愿意当我的宿主吗？你是说，只要和你签订契约，就？
就可以救我姐姐的性命。嗯，不过你也知道，我只是个刚出生的初级系统，能力不像那些老系统强大，我能力有限，要救他的话只能抽取你一半的生命给他。抽吧，我愿意。你想好了吗？你原本的生命线也没有多少的，大概也就是60岁寿命，抽一半给他，他可以活到50岁，而你却只剩下12年的寿命了。想好了，姐姐，为了你，哪怕付出我全部的生命，我也愿意。